要先找到目标。 谢谢你的救援，不过我们现在仍然困在螳螂大军之中。看看底下，我们还有很多敌人要对付。嗯，我有个或许管用的疯狂点子，但是需要你们这些英雄帮忙。我们来让这些螳螂人自食恶果。 小李跟小楼带着树翼就位，好戏即将登场，咱们开始吧。我们有你们的树翼，要就来拿。蠢蛋，敢跟螳螂人的力量正面冲突，你的死期就要到了。虫群们攻击，将他们碎尸万段。虫群正往斜坡上来，用树翼减慢他们的速度。 指挥者，进攻，打得他们落花流水。指挥者带着炸药，直接攻击会造成爆炸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 他们在拖延我们，派遣空中支援。 需要目标。
这些弱者，碾碎他们。战士来了，集中火力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他去哪儿了？没用的东西，该死！这些懦夫，他们让我们看起来像傻瓜。哼，失败者活该受死，你们只不过是淘汰了弱者。看起来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那就来吧。有趣的，不是吗？小李跟小楼到下头去照顾我们的朋友。这道门锁上了，但我想我有东西可以打开它。我来看看，30秒隐性。我说30吗？我的意思是3。去吧，快！你必须阻止他们的攻击。
需要目标。寺庙必定沦陷，你无法阻挡我的军队。没有目标。
你也许做得很好，你也许从我的军队中杀出了一条血路，但我会杀了你，而且会把桥建起来。我会完成，大巴拉克办不到的事啊。大巴拉克办不到的事啊。